钓钓钓不来。今天钓哥几个来钓鱼啊，来干一家，看看钓到不？这个吃的啊，蛮好的啊，中午就不吃饭了，吃这些。看能钓鱼不几个？那边有个大叔啊，在把那个海竿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他一个人数了六个。拍这钓鱼好多，我不会拍。他今天就负责玩这四个海竿，我们要钓手的。响了响了，大货大货。难搞，俺姐这把钩捏的好贵，好贵啊！金鱼炒这一碗，很多人网友说这鱼好贵的，很好吃。又来了，这好像草鱼啊，但是它眼睛是红色的。他们说这鱼很贵，好吃，没吃过。来，晚上红烧，晚上红烧，红烧放哪的？放我这里。大叔，调一些吗？不会吧。好，又上了一条，好像。啊，大的，啊，这条可以，刚才翻了肚子，挺大的，应该有一斤多。哦，你跑了，吸水了。哈哈。哎，这草鱼，草鱼，啊，这是草鱼。啊，你在跑吗？一条草鱼，一两斤，两斤多，可以啊！别跑了，别跑了！斌子，快来看，斌子！草鱼。哎，快递，我们卖半斤快递。马上脱钩了，快一点！来来。来疼来疼了，贴来疼了。你钓个几公公呢？打我再看呗。啊，嘿，哦，成功的抓上一条，可以啊！来了不到十分钟，上两条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个这样的吗？哎。终于上大货了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给大家看一下。嗯，这草鱼可以。两斤左右。晚上水煮鱼片。对面大叔也上了一条草鱼，挺大的。哎呀，他的海竿又响了。我不养哦。真的是一条，又一条。对面那位大叔啊，连上两条鱼。一条挺大的，第二条就小一点。是个鸡腿。你把我抬到那里，跳进去就可以。高都高死了。又上条大鲤鱼啊，有两斤多的样子。可以啊，上条大货。下去。
那鱼竿拉跑了，今天的大鱼。哎呀呀！哦，起了鱼。烧飞，哎，鲫鱼，把那个烧飞了。草鱼、鲤鱼、红眼，可以去了，钓了快一天了，今天收获可以啊！呀，有10斤呢，还有10斤呢，还有啊！这是钓鱼以来收获最大的一次，走，可以，对了，也是刚才那感觉他们俩累瘫了。我来给你上午抓一上午的鱼啊，然后我姐来了，帮我带了饭来了，吃饭吃饭饿死了。这烧味儿，整天说感觉看他们两个人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哎呀，嫌我把饭给打少了，骂得我半死。你说我姐带3份饭，最少再带着。我想着你们两个人一人一份，再加个半份，应该吃饱了。这让你们两个人一个人要吃3-4份饭了，老板都要哭了，我都不好意思说。3份。哥特鱼的好吗？还可以。俺打那个。随便新客人的。菜可以少，饭一定要多，知道吧？我觉得我吃饭饭可以少，菜一定要多。我说3份，我都怕人家会骂我，打2个菜打3份饭，我都不好意思。我们上次打6份饭，人家没骂你吗？打6份饭，干完了我不打少了。对，还在差里。看到两个人吃的，哎，把我都看饿了。现在饭吃完了，下这个去抓鱼。这里面大鱼都抓完了，然后很多鲫鱼在里面，他都捞上来，能捞多少捞多少。你们来走了不就？你们来走没？现在娃就过来了，啊？是啊。来，姐，我去我去那个。你走，你走，你走。你可以走点。走，我不走，你走啊。我那边我过不去啊，我今天是你没事，走吧，不还是拉灯行，走吧，拉灯行，没事，这我就说太深了，不敢下去。我走了，不玩，西门子，我没你拽都没拽过，你不会没你。等等，我再陪你走。他们开始干活，这个淤泥很深，看到没有？这淤泥太深了。有人在买啊，有人在买。哪里的？好寂寞呢，嘿，这。虾草。来过来过来过来。虾草。十一个。来十。你这好像过海个，哪里好不着？过海个草来，你钓不到。到那边五十了，干海草呗。哪去？看这个草鱼啊，有点很大的草鱼，看一下。兄弟，我发真的，这都不行。你们都还冒台冒台，天吗？不接，大嫂你打的不接好的，你打你既然不接，你要支持你的。哎，给他们聊吧，煮料的，叫弟妹聊吧。猫咪行吗？猫咪就不会聊吗？猫咪，我找你去。在买鱼啊，现在在买鱼，来吃的哈子买个，吃的哈老脸一条草丸，4条大头鱼，大草鱼，还一条大草鱼。那我拿吧，我拿不出我的，你上不出。哎呦，到搁那捧在碗里面，你要去，你走了那个，那他是不是停在马路边了？OK。干几条钱了？好，拿吧。